谁？子栋，是我，是我。啊，春儿啊，你怎么什么事啊？我吧，今天想，你的脸。啊，那个，我这我身体好，我这血都消一半了，消了是吧？消一半了。那个，你看我这今天遭贼了，我这心里边害怕，我能不能借大黄跟我睡一宿？那你把大黄借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就跟你挤一挤吧，挤一挤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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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甭管我甭管我。子栋啊，韩娟儿，你这脸是？啊，我这脸我身体好，我这淤血就消一半了。这么回事儿？白天咱家不是来小偷了吗？嗯，我怕你晚上和大黄害怕，我寻思过来陪陪你和大黄。那你看我是有点害怕，但是你看，那这我和真人都在这儿，你也睡不下了呀。没事，我自己带行李了。我打地铺。青年啊，你这不太好吧？不用找我了，不用找我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你俩。我晚上叫。哎呀！哎呀！啊！这么热闹啊！啊，你这有什么事吗？大黄呢？啊，大黄在床上睡。哎，大黄睡觉呢。大黄，你想我没？大黄。不是，咱家今天遭小偷了吗？我怕大黄受到惊吓了，我来看看他。你说大黄这么勇敢啊，我跟他培养培养感情，以后我相亲的时候呢，我就带着他，他正好帮我迷迷人。不是啊，那你看我还有真儿还有宁儿都离不开大黄，这不行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今晚我就住你这儿呗。那我和真儿在床上睡，你和宁儿在地上睡不好吧？谁在地上睡呀、啊？你俩去地上睡，我睡床上呗。我的这我屋啊，你怎么让我在地上睡呢？喊什么？喊什么？逼我发飙是不是？张儿，咱下来吧，那就。这。我往进来点，往进来点，给我腾一地儿。哎呀，娘，给点地方。不行，没辙。阿丽，娘，张，良辰吉日已到。哎呀，我这在哪睡呀？我这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刻。我们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庆祝丈夫吧，谁先抢到谁当家。婚礼，终生。你们能不能出去唠去？